妈我这条宝马运彩砸十万，回收130万，凤梨叔叔崩溃输掉宝马劳力士。2022卡达世界杯足球赛，阿根廷击败对手法国，全队拿下大力神杯，梅西在上头留下了 DNA。 而最强后盾马丁尼兹成为本届最佳守门员，差点呢就把金手套当作飞机杯了，还背后石油王表情不见不散。这个人很皮耶。鸡排妹19号放送白蓝色蕾丝马甲 po 文庆祝阿根廷夺冠，九一一春风以及昆达都搬出10号战袍，把他世足明灯凤梨叔叔这回重注法国再度GG，表示自己将 BMW 宝马手上的劳力士通通变现，姆巴佩给我生命的曙光，冠军赛又把我推进万丈深渊呢。到底是怎么的？十二码法国十二码来呀啦，法国十二码啦，姆巴佩啦，小姆。五码。打一个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自己下注买两队进球及2-2平局，依照当时的赔率呢，会是13倍，可以拿到130万。但是嘞，他对此回应：我下两队进球8万，其他2万分散波单，没有到100万回本啦。各位，我现在就在世界杯的现场，但是我旁边的座位是空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老婆还没到，她的车开不进来，因为她的票在我的助理这边。哇，我的妈呀！各位，阿根廷现在2-0获胜。Yeah， 上半场准备快要结束了，希望今天他能够捧起大力神杯，也希望 Vivi 能够赶快赶到。没想到连看世界杯他都迟到，我的妈！最后一球进了就赢了，进了就赢了。中了！呀，冠军！